每个人都需要朋友，朋友之间的关系有深有浅，有些人选择君子之交淡如水，
有些人将关系建立在利益之上，有些人对待朋友是以兄弟相称，不分彼此，关系更胜于家人。人生中如果能找到可以相互扶持、倾听陪伴的知己，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呢。圣经中谈到友谊的经文，如爱友如己，时常相亲，为患难而生，为友舍命，比兄弟更亲密，这样的朋友可遇不可求。常常因为时空改变，朋友之间的情谊只能成为生命中一段美好的回忆。这个世界上有恒久不变、永伴身旁、不离不弃的完美朋友吗？主耶稣从天上来到世界，经历背叛、折磨、杀害，为了救赎我们而牺牲了自己，为了彰显神的爱而担当我们罪的刑罚，赐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。他明白我们的软弱，了解我们的感受，他愿意分担我们的苦与忧，无论何时何地都与我们为伴。圣经中提到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主耶稣是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朋友。当我们白白领受耶稣的救恩，就要活出与悔改的心相称的生命来，学习彼此相爱，就像耶稣爱我们一样，向世界传扬神无比的大爱。没有比这更大。
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，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，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，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。主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以西结书34章14至15节。